不是全球防护，在 PSD 上面。其实这游戏已经全过一次了。好久没玩了，不要，不可。那地怎么跑步？在丢吗？好，我要上了。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怎么了？比如说他要去找。在这里等等。我要再去换了，我就认识，玩过一轮的知道，他去哪里了？到晚上几天没有回来？我跟你讲，好慢啊！啊，现在不能进家门。我地图也行，准备前进工作。这个方面是不会有问题。
弟弟被妹妹吓到了，正好逃走，正在这边躲起来。问题什么？我来看一下。弟弟应该是被叶子抓走了。变成哪一个？那个是带是新手专用的。
以前应该在这里。就是这个是。先出去吧。别去了。这里会有一个成就是终结者。这边有个成就，我还记得是这个。刚刚捡的东西都还在。
那个放映机我也没想。在区域千万不要在马路上，除非你想避避警报。进阶的，以前吧，这些全部文件全部收集的，很痛苦。这个游戏不缺带那个记录的地方。比方说在学校里面就抓那个操控盘。但是有的地方不是差的，你可能成为了场地。
其实好像是这里。当初为了想那个东西，想的太多了。长的区域，就是我最痛苦的地方。情绪低色吗？你情绪低色的时候。被狗狗盯上了，这是这个。会痛苦点，是因为这边的机车机跑掉了，俺俩把四肢找回来，四肢找回来。
都是高级的。这个这里有没有
真的，我觉得，我忘记。是吧？想要去走线索吧。我觉得后期还是出现。
就一起动上去了。这个游戏就是木板人做的，就是很压控。但是如果解不成就解不成，全部解完有够痛苦的。他的续作《深夜火龙》，因为只有放过别人实况。追上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踢。记得没透机设变得更好。
个废墟城的样子。看到一个石头，我去捡。小哈密是哪里？啊？虽然是24小时，可是里面都是有的。替罐子也有成，替罐子也有成就。
代替的缺点就是，记得猫咪有三色毛，那也是一个成就。以前三色猫算是魔术包，今天是我几万万。我想想，能去的地方。上去配是不是有改变？想看会不会遇到三色猫？嗯，这里的说法就是没事，来这边然后没什么东西，再重新看。
让我想到的是这种东西。有点麻烦的部分。
那个什么叶红素。你怎么这么简直是笨笨逼！反正你们也不用再跟你。先走快递，快递送。哎，小兵，你先去。
是那个啥，那是冷饭。Thank you.
小心不要太紧。Thank you.
是吧？第二天就是他在种下的这个地方。他家的狗子没事。是啊，如果这样，东西收集过的东西都会在房间里面出现。
说你离太久的话，手头就要出现问题。下次就不用从他们那边走过去，就直接冲过去。
线。对，我刚刚不能读进过去。不能走过去，很麻烦。
Thank you.
等了一年，有点忘记这个功能。我可能会处理奇奇怪怪的东西吧。好，这是夜魂了，你没有那个目标了。
是转角遇到爱。右上。
最后，通常道具应该够吧。水中章。最后一个呢？我看到手机了。手机被拿掉了。
就是考验，真的是考验那个考试的能力，给他压力控制。这游戏不用打了，就只是都不耐烦而已。你超点。最后了。没有道具背景。
这边只能前进。这边还是红红的。在前厅就爆雨爆眼了。这个时间点是教学前面的，这好像算是巅峰。白金奖杯全部就很好，还有那个不想继续破第二周目。Thank you.
记得姐姐的话还蛮多的。这个拼图我全都写了，这是什么图？好了，以上就这样子了，大家晚安。谢谢大家收看这次的夜回，我看一下我录多久，2小时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